懒虫，起来吃早饭了。噔噔，莫总早。早啊，徐总监。啊，你不会是买了那种爱心形状的模具吧？我像是那种会做那么幼稚事情的人吗？是吗？你知道吗？爱情才会使人幼稚，所以呢，尽管幼稚，别客气。徐总监，嗯，你一定要让我这么无地自容吗？不是要让你无地自容，我是在夸你特别可爱。怎么了？知道了。怎么啦？权色交易，梦梦，看新闻了吗？我正在看呢。玉明，赶紧公众号。这谁发的？你是在胡说八道啥？谁要陷害齐如姐啊？